由幸运女星参演的恐怖电影《笔仙二》自7月16日上映以来，首周票房就突破了5000万大关。随着影片的热映，李新月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。近日网上爆出一组李新月的学生照，再度引起了网友的关注，其本人也是被一些男性网友赞为最美校花。笔仙二是由亚洲恐怖大师安冰基执导，集结了中韩多名青年演员加盟的恐怖电影。在本片中，李新月扮演的雨菲不仅是一个光彩四射的大明星，更是同学眼中无人可以替代的校花。她的靓丽出演给这部惊心动魄的惊悚片增添了一抹香艳，更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因此李新月本人的经历也成为了网友关注的焦点。日前不仅有人爆出她曾荣获2007年内衣大赛模特和2008年模特大赛的经历，还有网友翻出李新月的大学毕业照。在这组用手机拍摄的照片里，李新月身穿学士服，做出各种鬼马表情，显示出清纯可爱的气息。照片一度在网上疯传，有人评价说李新月参演《笔仙二》属于本色参演，因为她本人就是名副其实的校花，而且还是最美校花。毕竟用手机拍出这种效果的人的确不多。